关中国小三年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中北社区，甲志刚妈妈学习做在地真出名的金瓜包。在等待金瓜包催熟的同时，社区志刚嘛带着囡仔来到龟树卡公园，并介绍这个得奖的所在，让大家知影。一旦吃到 BB 的金瓜包，阁会当了解龟树卡公园的由来，让学生是学到真多，嘛更加了解社区的特色。旁边有一个矿泉水，就是要给你们加到里面的。感觉很硬耶，对啊，感觉很硬。对对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太硬了，再加一点。在志刚妈妈的带领下，小朋友一步一步将金瓜包的外皮做好，然后放入已经搅好的鸭料，完成后再搁放在鸡肉啊顶面。今天来做的感觉呢？很高兴。会困难吗？还好。很像黏土，很好玩。第一次做，对不对？嗯。第一次做金瓜包，小朋友拿走那门，志刚妈妈嘛对咧教对咧讲。做好了后，摕去吹雪。等待时间，社区志刚带着学生，走来到附近真出名的龟树卡公园，让囡仔了解这个所在由来。这个叫做黄锦树，用台语讲叫做鸡油啊。哦，你们刚才包完的，就是用那个叶子。有很多，有很多游乐设施。来这里开心吗？开心。要不要穿穿来呀？要。一当吃黄的大树，顶面的叶啊，就是拄只做金瓜包用的果叶啊。社区之间共同打造的公园，部分材料阁是来自万众国小。伫只实习公园快乐佚佗以后，都美美的金瓜包会当品尝咯。QQ 软软的肉也很肥美多汁，我觉得超好吃的，很好吃，很好吃，因为外皮软软的，它很像马吉，里面又有馅料，又有那个葡萄干。感觉很好吃，学生的学习上来讲会有很大的帮助。DIY 很论是讲安那做过，真好真好，真感谢王校长。那我们希望小朋友能够培养呢对家乡的文化的热爱，然后了解社区。透过亲手做以及志工的解说，小朋友会当真正了解家己生活的这个所在有甚么款的趣味。社区志工又搁为大家做了甚么贡献？爱好故乡，就为亲身体验开始。记者林依琳采访报道。